这他没报陈建州曾全裸骚扰 S 吗？小 S 看不下去直言，变态的劲儿又来了。就有一次我妈在家里做菜，然后请黑人来吃，然后陈建州就不知道哪来的那个你知道变态的劲又来了，然后他就把他练完球回来就去他们家洗澡，他很爱去他们家洗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洗完澡之后他带了一把伞，然后这样走出去，然后我妈在煮菜，他在我妈后面，他说徐妈妈，然后我妈转过来说干嘛、啊，然后就把伞拿开了，陈建州，他妈全裸。抖音。